谢谢静红哦，在这里为我们带来这样的老曲调，但是重新编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在我们这个老屋活化的一个场合，非常的适合。好，孙老师，接下来请再帮我们补充介绍我们接下来的两个节目。谢谢，好，谢谢大家。那我们现在给静红个掌声，然后呢，妈妈也来了哦，这个妈妈也是一直陪伴哦。那我们新竹在地的优秀公民，所以有机会陪我们社大上一下课程这样子哦。好，那我给妈妈一个掌声这样子。好，在这样一个小孩不容易哈。好，那谢谢静红，那也谢谢需要给我们这个机会让他们上台演出。然后，其实上台演出你们不要想说很简单，大家会紧张。像我是已经豁出去了啦，对。那因为其实我觉得学生他上台都会是有一些平常练得很好哦，可是上台都还是多少会紧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给他们一些更多一点的掌声哦。好，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谢谢静红，那么遥远的从北艺大回来哦。那我们现在等一下继续介绍下一个曲子，下一个曲子就是我的手卷班的电钢琴。对不起，这个大家给他掌声一下，这位熟睡同学哦，熟睡黄熟睡同学。他是我们也算是从我一开始到社大教，就是竹县社大教学的时候，他就一直跟着我们，然后不管上多媒体啊，或手卷电钢琴班哦。那熟睡后来跟他聊天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的学姐。他呢在好像国中还高中的时候，曾经在小明读音乐班哦，所以其实他也是有些音乐底子的。那我们的学生呢，会一直在那个音乐领域上啊，然后很投入跟协助我们学校帮忙的，也是都有一些他就是对音乐就很有兴趣这样哈。那熟睡其实你不要看他那么年轻，他已经是个妈了，好，所以他等一下呢，就是他就一边带着那个小孙女，然后一边练琴，对对对，然后他其实多才多艺，他又会乌克丽丽，然后等一下还要弹拇指琴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请熟睡帮我们谈一下这个《河边春梦》。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河边春梦》这个曲子哦。《河边春梦》大家知道是谁的作品吗？大家都以为是邓雨贤，对不对？不是，对，他是跟邓雨贤同时代，叫做那个周天旺先生，他作词作曲的哈。那周天旺先生其实他这个有一些就是原本他是为了一个。淡水河，日本人的淡水河来做的作品，然后后来呢，他是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很有名，后来有一个《河边春梦》的电影上来之后，以他为一个主题曲之后，他才变有名的。那这个曲子其实有一点一种，就是在淡水河边很 hebe 啊，大家知道 hebe 嘛，就是冷清啊，然后都有爱人爱不到那种心情，所以后来有一点那种有一个自杀的段落就被删掉了，就它里面会谈到一段，就是说那个淡水河没有看管，然后就跳下去之类等等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它有一点刚开始比较那个，但是其实这个故事有一点小故事哦，就是一般来讲周天旺他都是帮邓雨贤作词，那他这个曲子哦，他是为他自己的心境写的，因为他那时候，那大家知道这个有点难的。大家知道那个台湾最早的女歌星，两位很有名的是谁吗？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凤飞飞啊、邓丽君之类的，就是那个老师看起来好像非常像，那个就是纯纯跟爱爱哦，对对对，纯纯是唱那个月夜愁，那后来他声音也是很好听，那纯纯很早就过世了，那爱爱呢是周天旺他进入那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之后很想追求的女歌手，所以他写这首歌曲的心境哦，有一点点是他想要追求爱爱，刚开始追不到，后来他们还是有结婚的哈，那后来他们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纪录片的话，对他们就是一直到七八十岁都还在一起这样。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听这一首曲子吧。我们来听那个熟睡，没有关系哦，因为我们觉得上台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好，我们给熟睡拍手一下。
掌声谢谢熟睡为我们带来的河边春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第一个节目的最后一首是由我们老师我们音乐准备一下哦，就由我们新竹县社大新著名中文班的同学们要来为我们演唱《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同时呢，我们还要邀请到我们的永进，好，我们竹县社大客户组组长永进，还有我们竹县社大日语班的同学，好，曾碧玲，好，他今天呢特别为我们来演奏这个萨克斯风，那永进呢要为我们来担任这个长笛的演奏。